主尖石乡一年一度的桂竹笋节即将登场，在每年的三到六月就是尖石乡桂竹笋生产的季节。也因为全乡桂竹笋种植面积有2500公顷，所以每年产值都非常的丰沛，桂竹笋也成为当地的农特产品。桂竹笋的纤维值高，然后它的肉质也相当的肥厚，这个是其他乡镇可能没有办法比的。尖石乡不单单有季节性的这个农作物，那还有这个好山好水。尖石乡幅员广大，还有部落农村环境以及丰富的人文自然生态景观，是一个踏青游玩的好地方。今年尖石乡的桂竹笋节将在4月14日、15日两天在新乐村休闲农渔园区展开。14号、15号礼拜六礼拜天举办那个全乡的安利节我希望就是说那个各位哈，那个平地来帮我们促销哈，来帮我们买安利。为期两天的活动内容相当多元丰富，现场除了有桂竹笋及农特产品的展售外，更有泰雅传统艺品体验、泰雅歌舞精彩表演、艺术文化活动、桂竹笋美食料理竞赛及绘画写生竞赛等内容，并邀请部落耆老为活动祈福吟唱，以及趣味的剥竹笋体验等。整场活动结合了泰雅歌舞、部落风情、传统技艺等多项元素，以亲子 DIY 参与文化活动方式，呈现出尖石乡深厚的文化艺术。记者乌溜穆拉斯新竹竹北采访报道。